都一起的吧？都一起的。这个好吃啊。老板娘，这个是加了猪手鸡蛋，猪手鸡蛋，还有姜，还有姜。因为我们台湾过来的，没有台湾没有吃过这种东西。尝一下，好吃，好吃啊！上次介绍的12块钱。里面来坐吧，12块，太好。然后像腐肥，腐肥用，我倒个鸡酒汤，蛋块鸡酒汤。哎，老板来个鸡酒汤，好啊。有点那个酱，是不是冒黄烟呢？要么就是这个味儿，它什么是和当归呀？当归应该放烟呢，是不是？对，嗯。这个味儿吃的是，咦，嗯，好吃吗？它比较有点酒味，它得吃的话就，因为它得是它得那边的喜欢吃汤的，嗯，适合台湾人吃。你现在习惯吗？你习惯吗？啊，哪一个？